据台湾媒体报道，饶舌歌手热狗女儿出生了。她十一日开心在脸书写下 The Daughter， 获得众多粉丝的祝福。女儿出生的同时，热狗在产房外耐心等待，就是为了要第一眼看见她，亲自抱抱她。这几天热狗心思全都在小孩身上，不过还好现在已经去了月子中心，有人帮忙照顾，可以换热狗休息一下。不过热狗也俏皮透露，女儿的名字还没有写好，觉得有点烦，希望大家可以给一些意见。此外，外界最关心的是热狗和小魔女友郑年君怀孕的感情状态，热狗则不改一向率性态度，表示目前暂时没有结婚打算。